前阵子有一个我很喜欢的 ceramicist 在 Portugal 葡萄牙的一个做陶艺的人，他上新了一波他做的东西，我就买了两样，漂洋过海，终于到温哥华了。他从12月6号就失联了，今天就奇妙的出现在了我家楼下，包装的好好啊。毕竟要跑这么远，他可能害怕他的东西在半路退了。其实我也很担心。因为它每一个都很独一无二。对啊，关键是如果坏的话，他都卖完了，都没有可以补给你的。像不像一个手榴弹？快看，哇，包挺好。包了好几层。哦，它两个弄在一起的。这是一个小碗。可以放小菜的，当时就很可惜，它这个碗只剩最后一个了，不然我会买两个，因为这种小碗一般我都会一对一对的买。就非常的精致，然后还买了一个杯子，大家知道我的啦，我是杯子狂魔啦。家里杯子太多了呀，但是还是想买呀。哇，好可爱，超可爱的，是这样子一个，它这个杯口是不太一样的，有点像一个那种放牛奶的壶的感觉。不太有这种形状的杯子，然后感觉它的造型看起来还蛮复古的，有一种那种小农场上面的房子里面会有的杯子。对，是有点 rustic。这个是他的 Instagram，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看。歪了，快来看我歪了的心。这位同学回来做的第一杯咖啡，刚才耗耗半天，说他的心歪了。熟悉，歪的心，啊，他歪，他不是歪的，他是弯着腰，一颗弯腰的心，献给大家。我也从国内带的绿豆饼，我咖啡很好喝。我一回来的时候途经了日本，
买了一点小东西给朋友，底下这个是一盒饼干，超级好吃，有点像那种丹麦曲奇，但是亚洲版。然后这个是一盒羊羹，我已经去寄快递了，我和米卡在车里的。米卡，爸爸呢？爸爸来了吗？爸爸去哪里了，米卡？那得开门。周末我们朋友来吃饭，我们家里面少一把椅子， Win 终于有借口可以买这把他想要很久的椅子了。哇，你装备很齐全。那可不。哎呦嘿，说明书。哇，手感很好，你翻过来看一下颜色。香香，是一个白色面的。好了，翻回去了。我们现在在去无印良品的路上。为什么去无印良品呢？因为今天下午米卡躺在我们床上的时候，我从他身边路过，闻到了一股恶臭味，也不是臭味了，是那种腥味儿。养狗的人肯定知道那是什么味道。他的肛门腺爆了，他躺在我们的被子上面，然后那个被子就报废了。我们现在想要去无印良品买一个新的被子，然后晚点再找个地方吃饭吧。我们原来的被子就是这个薄款的，是这个吧？这两个一样吗？一样大的。Sponge 也是轻的，缝隙清楚。想买这个睡裤，但是没有我的号码了，好软的。来吃台湾菜了，点了一个甜不辣，然后这是一个泡菜。今天点了一杯芋头奶茶，这家的奶茶是用植物奶做的，上面有个奶盖也是用植物奶做的，特别特别香，有那种坚果的香味。虽然我没有乳糖不耐，但有时候觉得喝坚果奶会
感觉胃的负担不是那么大，就是喝牛奶的话会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负担感。有经历过余震吗？嗯。